好，主播可以看到红红的大太阳是悬在空中，和灯塔连成一线，让灯塔成为剪影的样子，实在是真的美呆了。今天是中秋节，不过还没等到晚上的月亮，在今天早上五点的时候，基隆外木山提防场就差不多有500位民众到此，还有一整排大炮摄影机要来拍摄中秋超级太阳。现场情形马上带你来看。哇，一片，哇，今天很漂亮哦，今天太阳刚好从，哇，今天真的很漂亮，你们真的捡到今天。你看那个太阳从灯塔上方出来，可以看到呢，现场情形从外木山私人岛屿的人行步道到咖啡车附近大约有200公尺的景观步道，通通挤满了人潮，挤的是人山人海。而现场也出现许多摄影玩家要抓住这个绝美的景象。现场呢是可以听到快门声和民众的惊呼。至于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到这个绝美的景点，原来是日前有一位摄影师捕捉这里的日出美景，贴在脸书上引发民众讨论。不过这样绝美的画面只有这几天会出现，因为9月20号到27号的太阳方位角刚好是在88、89以及90和91度，在这个角度，太阳会从国门灯塔后方升起，让外木山、国门灯塔以及太阳连成一条线。民众要把握这个机会观赏，因为下次要等到这个角度，可能要等到明年2022年的春天才能再次看到。以上最新资讯，主播。